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45度在刀法格斗中的一个妙用。首先，当我们两个人持刀对峙的时候，当对方从上往下劈砍，那么我用斜45度接刀，跟平行接刀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是90度平行接刀，那么对方下蹲出刀就可以刺到我。但是，如果我是45度接刀，很容易把对方的刀引向我的身体外侧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劈击他，因此我们来讲一下这两个之间的区别。当我90度接刀的时候，那么我完全是对方的刀完全垂直于我的刀，双方是处于一个较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当对方出刀的一瞬间，我的刀是有一个往前的一个惯性，对方前刺，我在短时间内无法回刀。但是当对方前劈的时候，那么我用斜45度接刀，那么对方的刀有一种向前失重的势能。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往前劈击是可以杀伤对手。以上是进行格挡的时候，同样当对方前刺的时候，我斜45度起刀，把对方的刀偏出中线，那么他的虽然我现在刀是斜45度，但是我的剑尖刀尖是直指对方的，这是形意拳的钻刀。包括当我刺挑对手，对方挡住的时候，这一瞬间如果我们下降45度，那么我们的刀是直接可以刺到对方的身体。同时同样，由于我挑刺的时候对方没有闪过的，他会前劈，那么我一挑就把对方的刀让过我的身体继续进行劈击。所以45度的一个劈刺在实战中作用非常广泛。同时我劈击对方的时候，对方从哪，如果我瞬间的变成45度刀向后，那么对方的刀很容易就划出我的刀的范围，我就可以进行伤害对手。因此以上呢是45度在刀手中的运用。因此刚刚我们讲过了45度在刀法中的一个妙用，在形意拳的各种刀法中，劈锋、钻炮、横，那么这五刀都是以着45度的状态，45度的前劈，东刀45度的上挑，钻刀45度的斜进啊，横刀也是45度的进入，炮刀都是斜45度进击。同时在形意拳的站桩过程中，也非常强调身体是45度，大臂身体成45度，在处处都讲究45度这样一个妙用。因此呢45度在我们训练中非常重要。以上呢是形意拳角度的一个讲述，感谢大家。